好，来我们看，所以呢 ，iron folic acid， OK， 也就是我们的铁片叶酸。啊，那个铁片叶酸呢，很多人很担心，一直问我了哈，因为的铁片叶酸哦，可以跟一餐住一起吃吗？可以吗？因为有很多的营养书讲哦，一不可以掺阿燕一起吃，对吗 ？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很多的是正铁，它的铁是 positive 的，我们 MA 的是亚铁，就是 neutral， 所以科学家全部都想过的了，没有问题的，掺住一起吃没事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叶酸对骨髓内的红血球很重要，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十滴血。一滴精，十滴精，一滴水，所以男人要不要吃？ 要，听到没有？女人更要吃。那女人如果阿燕吃得够，你的红樱桃小红嘴就会出来了。现在的女人，你看，两唇翻白，双眼无神，双脚无力，嘴巴还脱皮，听到没有？黑的、紫的，这全部都是缺铁的症状，听到没有？OK， 那如果你要吃很多的红肉才够铁，你听到没有？但是很多的红肉你又怕死了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你就吃阿燕。女人三颗四颗没事，那来月经的话呢，甚至可以到五颗没事的。OK， 男人一天三颗就没事了，你会感觉到你很精神。OK， 那除了一种特殊情况，就比如说地中海贫血症，来，嘴唇脱皮跟铁也有稍微的关系，但是嘴唇脱皮比较跟关系呢是 B 跟 multigliadin。听到没有 ？OK， 也是啊。刚才我讲胃炎嘛 ，multigliadin 啊，嘴角旁边这些全部都跟胃有关系的。OK， 好。所以呢，阿燕知道没有？要吃，女人一定要补哈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看。所以呢，维生素 B， 所以刚才早上就一直在讲维生素 B 了哈。OK， 那我们的安利的维生素 B 里面有多少种 B 啊？在里面多少种？书本有没有写？你们翻开。T79多少种？七种 ，OK， 是很 complex 的。然后呢，这七种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呢，提供能量、血液形成、神经功能、健康的皮肤，而且呢，我们的 B 完全是提炼来自酵母的。恰恰好有一些人就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吃 B 会很热，对吗？所以一直避开 B。各位朋友，你吃营养素如果没有补充 B， 那个效果是肯定看不到的。听到没有？那很多人说吃 B 但是很热，各位朋友，热是问题吗？热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让它发冷吗？听到没有？所以以前我就讲了嘛，我们的身体呢，生老病死，对吧？生是阴阳结合 ，OK， 老是阴肾阳衰，病是阴阳失调哦，你们都有听我的课哈。OK， 好，来，死是阴阳隔离，精尽人亡，气血枯竭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身体老化的过程呢，先是阳虚、阴虚、阴阳两虚、阴阳气血隔离，听到没有？就死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人吃了我们的营养素，马上有发热气的反应，请问这个人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？也证明说这个人他还没有严重到阴虚、阴阳两虚，对吗？因为他吃进去的营养素马上把他体内的阳气给吊起来，开工排毒。但是很多人不明白，他吃叉烧啦、烧肉啦、沙爹啦，那个热他没有去骂那个做沙爹的，听到没有？他吃维生素 B， 咦，你们的什么死鬼维生素 B 吃到我这样热？你三八吗？你这样的人，这样你今天吃完过后，还 MA 的也会黄了吗？外面不黄，我们的 MA 的比较黄，因为外面的 B 没有被吸收，我们的 B 吃下去如果有被利用跟吸收，它的黄是浅浅的黄，不会很黄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它被利用、被吸收的时候，你不会黄黄的，因为有的是从汗排出来，有的甚至呢，它已经是被利用，有的是被储存了，听懂没有？那外面的呢，有可能是完全没有被利用，就直接排出来。对，地中海贫血症的人不能够介绍阿燕，因为呢，地中海贫血症的人他们的血红血球不能够有效的利用铁，
所以呢我们就不推荐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？他自己知道他有，他会讲给你听的，听到没有？ OK， 增加 B 跟蛋白质。地中海贫血症的人如果增加 B 的话呢，他会加，就会加强他的身体制造好跟有用的红血球。 maybe 地中海贫血症的人他十个红血球哈，只有四五个可以用而已，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利用到铁，因为铁会在身体一直塞割的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如果他没有吃 B 呢，他的红血球制造出来有可能十个只有两三个可以用，一直加加一直加加，所以呢铁就会 overdose 了，明白没有？所以你就不用给他，是你增加他的 B 跟蛋白质，他就会增加好的血红蛋白。 Understand? OK， 好。那贫血的人、低血压的人都可以吃 iron， 因为补血。当然贫血接下来就会 低血压了，明白没有？ OK， 但是低血压的人不一定贫血。OK， 因为长期的贫血，身体的各个组织严重缺氧，接下来他就会衰弱，衰弱就变成贫咯，听到没有？ OK， 所以好，还有吗？没有啦。这个身体很多毒素，继续吃啊，增加维生素 C 给他。有熬夜吗？有吃很多的药吗？啊，所以 B 就启动了咯，继续吃，没事的，喝多多水，听到没有？这些都是身体好的反应，明白没有？那如果今天你吃药有没有反应？药啦，医生的药会不会爱睡？那边就会指明嘛，听到没有？但是那些人有没有照吃？也不是车，听到没有？他的观念是觉得药能够把他病治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瓶子那边就没有写这些嘛，听到没有？哦 ，OK， 好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我们就 continue 了。